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 Fire 中放置竹的一个应用。我们切换到工具控制选项卡，放置竹子选项卡，然后可以看到在 Fire 中呢列出了所有在 Revit 项目文件中载入的竹。我们可以在里面选择任意的构件进行一个放置，我们选择一个家具的竹，然后找到任意的平面。我们可以在放置之前调整这样一个构件的方向，我们按住 Shift 键，同时呢按住鼠标的中键，然后旋转鼠标旋转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我们点击鼠标的左键就可以放置了。然后同样的，我们切换好一个方向继续放置，我们可以再选择其他的一些竹构件进行一个放置，切换到相应的平面。放置好构件之后呢，我们点击构件，可以在右上角的属性窗口中点击调整，对它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，包括移动缩放旋转都是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的，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如果是在 Fire 场景当中已经放置好的竹，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个竹构件，然后点击放置当前选择，那么它就可以按选择的构件进行一个相应的放置，这样呢就避免了我们重复的在Fire 的列表中去选择我们的构件，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竹构件的一个放置当然了，在下面呢有一个保存加载按钮，这个呢和之前其他的一些构件的一些保存按钮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保存成相应的我们的这样一个竹构件的一个文件，然后当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再点击加载就可以加载出进相应的一个文件，也是方便我们做多套方案的一个对比。好，这里呢就是Fire 中竹放置的一个介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